我看到多伦多这个下很大的雪啊，他们也是两路滑落啊，都是有交通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这儿呢，好在就是说呢，我们这里啊，就是下了雪以后很快就化掉了，是吧？然后呢，很好，到那里宣道会，他们正好有四家教会请我呢做了一个这个布道，到了一个就是说传福音的工作。当场有两位姊妹举杯致信，真是感谢神，真是感谢神，并且我带来了呢，这个 Mary戴士师母呢，向所有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向我们的弟兄姊妹，然后问好，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宣道会的四重福音的第一大福音，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是拯救者，他是拯救之王。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基督祷告。我们的天主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宇宙的创造者，拥有这个主宰者，你是的王宫的。 在这宇宙中没有别的神，你是那唯一的神，你是那大爱的神。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遣送给我们，来到我们的人间，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信他的人得救。神啊，你知道我们是有罪，但是你不嫌弃我们，你让我们信你，让你的宝血为我们。 让我们从一个本来要死的人，让我们最后得到永生。神呀，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来自台湾，他们来自大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心，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来聆听到得救的道理。神就叫你，让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的心灵都打开，让他们的眼睛都看得清楚。 让他耳朵听得见，让他们有感动。如果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当你听到这里神的福音以后，如果你有感动，你就举起你的右手，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为你祷告。神呀，也请你今天高牧我的口。 让我这个本来不配的仆人来侍奉你，来荣耀你的名。让我把你的话讲清楚、说明白。以上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个 building 啊，是一个叫 Peace Portal Alliance Church，right？看起来是一个 building， 但是我们又叫它什么呢？白石平安华人宣道会这个地方。 我们整个大教会叫什么呢？我们叫 Peace Portal Alliance，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和平门宣道会。这里都有两个字，它叫宣道 Alliance， right？ 我为什么叫它宣道会呢？对不对？想过没有这个问题？是谁他创立的宣道会呢？对吧？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知道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不对？在民国的时候，是我们孙中山孙先生，他建立了民国，是吧？是蒋总统，他又进行了北伐，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宣道会，同样有一个历史。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宣道会的创立人，我们中文叫什么呢？宣信。 我们这个宣信，据我所知，他没有在任何学校获得过博士学位，对吧？可能我的知识不是很准确，但是我们都习惯上称他叫宣信博士，叫 A.B. Samson。A.B. Samson， 他的成就，他的业绩是在美国，但是 A.B. Samson， 你知道吗？他是地地道道的加拿大人，并且他就出生在纽芬兰。 在一个不大眼的一个小地方 ，A.B. Samson， 我们宣信博士，在他小的时候，他出生在一个从英国苏格兰移民到加拿大一个家庭，他是排行第四的孩子，他是第二个儿子。宣信博士他小的时候，他在家里就受了神的福音的接受，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年月。
人们医疗也好，各部门照顾也好，都不很充分。宣信博士他身体很虚弱，很虚弱。就是不管是因为他虚弱，就在宣信博士他在初中的时候和他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发生什么事？他给他的朋友告诉他：“宣信啊，跟我们一起游泳嘛。”你知道宣信博士，小宣信根本不会游泳，对不对？这个时候一个猛子扎进去，就咕噜扎了喝呀，对不对？这个喝呀喝呀，最后奄奄一息，是他的呼求，让这个周围的打鱼的船把他救上岸来，救上岸来。从此以后，宣信博士他因为这次溺水，他的身体就很虚弱，很虚弱。你没看到这里的拯救是人从一个河里，从一个溺水者把他救了上来，是一个肉体的拯救，是吧？本来要淹死，把他拯救出来。那后来又发生事情，宣信博士这个小宣信，等他再长大的时候，他的妈妈身体非常虚弱，没有医疗，没有药品。宣信博士所做的，因为他太爱他妈妈了，他就给他妈妈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当他天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有感动，对吧？宣信博士在这个时候，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严重的失眠症。他如果不是他躺在爸爸的怀里，他每晚上都不能入睡，都不能入睡。就是这样一个失眠的孩子，在他妈妈这么痛苦、这么有生的时候，他正好是他经历神的时候，经历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做工，他开始认识神，开始认识神。他不仅他的失眠症，他接受神以后，他的失眠症得到治疗。再后来，就是这么一个身体多病虚弱的一个小宣信，在多伦多大学的附属这个神学院里读完了神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神就拣选他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传道人。在美国，当他身体虚弱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相信神的医治的时候，他最终完全彻底的从一个病秧子转成了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智慧，办这个学校、传福音、开医治的医院，开医治的医院，最后。在他整个的宣道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大的道理。什么大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的四重福音。四重福音，这就是我今天第一讲的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拯救者，他是拯救之王，拯救之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借助这个幻灯片，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四重福音，我们叫它Fourfold Gospels， 这 Fourfold Gospels 中叫四重福音。那你们看到这四样东西啊，这个大家都认识，这就是那个十字架，是吧？这是十字架，十字架怎么来？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身，成全救恩。这就是今天讲的，是吧？耶稣基督他作为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吧？然后你看看这个盆。要洗什么洗净盆呀？这个盆子干嘛呢？在右边这个，对吧？象征着神是我们成圣的恩典，每日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那个 sanctification 成圣之果，对吧？然后你看看这边右边这个，我们经常加油站里倒油加油的那个，是吧？现在已经不用了，对不对？你看这个油瓶，这个油瓶是干什么呢？象征圣灵全被作为，包括医治我们身体疾病在内。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医治之主，医治之王，对吧？然后你再看下面这个叫冠冕，挺着这三样东西的这个，这个什么呢？象征着耶稣基督再来及得胜的耶稣基督徒所获得的奖赏，这奖赏，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再来之王，他是再来之王，对吧？这是再来之王。那么今天呢，我想呢把今天的经文呢再给大家呢做简明扼要的读和解，然后呢，我们进入我们的分享。这个我给大家选了
这里边列了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呢，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是我们整个圣经的一个精华，是吧？有人把它叫做小圣经，小圣经。如果你其他的都背不过，你可以背过这句话。如果你懂这句话的真正的道理的时候，你就明白整个圣经的救恩的道理，救恩的道理。怎么着？是吧？什么？他说神爱世人，是这个高大的圣洁的公义的神，他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他不是一般的我喜欢，他是爱，对不对？你不怎么样吗？你残疾吗？你长得不矮，长得不高吗？神他都爱，这叫神爱世人，对不对？他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他只有一个独生爱子，他非常的爱他，但是他宁可赐给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犯了罪的人，对不对？教父，那他赐他干什么呢？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的一切的，只要你信他，真实的信耶稣，真实的信耶稣，你本来是因为有罪，你这罪导致和神的分离，肉体的毁灭，灵魂的灭亡，而神不让你灭亡，反而让你得到什么呢？你最期待的永生。那好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呢？在第十八节这样说，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在座每一位，不仅是在这个教堂或不在这个教堂的人，只要你不信，你的罪已定。罪的功效是，最坏的功效就是死，对不对？最坏的功效就是死，对吧？而信的人呢，是吧？不信的人就是信，是吧？信的人呢，他不被定罪，不被定罪，那就是前面这句话，你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好不好？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拯救人呢？对不对？我们平常的时候，你开车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来，你得总得办一个这个 Maple Card， 来会办一个什么坐哪个机票，然后跨洋或者过来吧，是吧？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来拯救你呢？这就是说，这个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三章第24到25节给了我们这么两节经文，你在这里问一个道理，它叫因信称义。怎么讲呢？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哎，你称义不需要功德，不需要遵守律法，是神是他的恩典掏钱的，是吧？但你怎么过程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给你完成了救恩，你只要信他，你就能为你的救白白的称义，是吧？为什么这么讲呢？25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们人有罪，在旧约里，在出埃及记里，你必须在杀一只动物头上的羊，把那个血放在门上，然后神呢才不杀你过免，是吧？他每年都得献祭，对不对？而这样说，耶稣基督已经被设为挽回祭了，你只要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对不对？你只要凭着耶稣的血，你自己不需要再杀羊了，你自己也不需要流血了，你只要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你自己的信，你就可以在这里神的意就能显出来，你就能够和好和神已经分离的关系，建立重原来这个神的本来的关系，本来的关系，是吧？这是说整个一个过程，怎么过什么生意的？好吧，对不对？信耶稣能够称义，能够得救，是吧？那么我信别的神，不叫神，是吧？偶像，是吧？金钱能不能称义呢？我信马列主义能不能称义呢？能不能得救呢？这里《使徒行传》里4章12节这样告诉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中国人都能明白这句话，
除了他以外，除了谁以外？除了我们第二个位格，是吧？三位一体是第二位格，耶稣基督以外，耶稣基督以外，全世界全宇宙没有别的拯救，是吧？没有别的拯救，你求拜佛没用，烧香没用，你拜偶像某个人很厉害没用，没用，是吧？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是别的不可能有拯救。为什么呢？是吧？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圣名，只有拉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只有伯利恒出生的耶稣基督，只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的圣名，明白不明白？阿门不阿门？对不对？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这是在这个叫我们英文就是说拯救啊，叫 salvation， 它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体系，对吧？非常广大的体系。我想呢，今天呢，借着这三段经文，还有其他的知识，然后呢，用现在还有大概就是说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然后给大家呢分享这个得救的道理，拯救的道理，是吧？我给大家分享这么下面这么五点。刚我们第一点看看。耶稣基督他降世的目的在哪里？他降世的目的在哪里？是吧？父神为什么让他降世？父神为什么这么降世？父神为什么降世？是不是？耶稣降为拯救者，而拯救者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而降世。这个道理明白不明白？对吧？明白不明白？怎么这么讲呢？我们下来再反过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他怎么说？怎么说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反对。这个目的说的清楚不清楚？你明白不明白？是吧？本来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是做王，他是高贵的神，高贵什么？他把神父神派他来，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这个呢？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拯救？对不对？你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给大家分享过几次这个事情，是吧？因为神，我们的父神耶和华已经告诉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这个伊甸园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都可以用，就是那个靠近中央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结果受那个邪恶的引诱，夏娃说叫了他的先生亚当，我们的始祖，right？ 我们吃了以后眼睛就亮了，对不对？就破坏了神的命令。这就是说始祖犯罪，我们每个人就带有原罪，因为我们这些人带有原罪，我们破坏了和神的本来是这个圣洁的关系，right？ 我们破坏了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罪，我们不光有这样的罪，原罪。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天生都有罪。什么样罪？你看到小孩子，他那么小，有个糖豆豆的话，在自己的搂着，我吃了不让别人吃，对不对？他有个玩具的时候，他不愿意给别人分享，这是我的，是吧？罪呀，自私啊，贪婪啊，对不对？贪婪，而我们每一个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怎么说的？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怎样的，对吧？高的、矮的、黄色的、白色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一个要求，他是让我们来荣耀他，对不对？而我们每个人都做得不够，而做得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都
神的荣耀。We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罪，有这个罪。还有啊，有的人，你在中国的电视上、加拿大也看到，我们现实中也在犯罪，敲诈、勒索的，是吧？杀人的。现在在中国的昆明发生的事情，是滴滴道德的暴力犯罪啊！而这一切样的罪、这样的问题发生到每个人身上，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对吧？我们的贪婪、瘾、好瘾、懒惰，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身上，都在我们身上。在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靠着自己能不能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给大家举例子吧，就像一个老鼠掉在那个深深的缸子里，在那个底下，对不对？在那个底下再蹦再跳出不来，出不来，是吧？你可能那个钩子把它勾出来。而我们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我们这样的钩子不存在，但存在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他给我们做了挽回祭，做了挽回祭，他让我们得救，他让我们得救，他让我们得救。我们每个人，你看看，大家知道很好的例子啊，袁志明弟兄，对不对？他在中国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把太太最好的裙子给他剪了，哎，生气啊，这个心情不好啊，然后把家里最好的被子，生气气挂上给他剪，对不对？撞墙了。等他太太到美国以后，到美国去办了，好不容易办了签证，到美国去了以后，他准备着跟他离婚的。他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要了，对不对？就是袁志明，本来一个滴滴道道的共产党员，来了以后，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把福音传到中国去。他现在每年住 VCD、DVD， right？ 就是这样的，他都得救，都有得救。像我这样的，小的时候偷东西、偷棒子、挖红薯、偷西瓜，是吧？有的东西就是见过人的事，这儿也不敢提那个事，是吧？对不对？像我这样的人，神他也不嫌弃我。等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这样的品行、这样的思想，高，不是因为我自己多么大的好奇心，是神他拣选我，是吧？各位弟兄姊妹，神来到世上，他降世，耶稣基督，他就是会来拯救我们每个人，他有这个能力，是吧？他能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对吧？而我说呢，好啊，我明白神降世目的是，那么神他为什么来做这个事呢？对不对？从心理学角度上，我们都做事有一个动机，对吧？都有动机，什么样的动机啊？我想你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最前面的四个字，对不对？他说神爱世人，谁爱世人？谁爱世人？谁爱世人？对，神爱是神的本性，来，爱是神他的归属。神你不管到了哪里他都爱，是神他爱我们世人。那神爱我们世人怎么个爱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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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创世纪里学了，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多么高大，神多么圣洁，神多么伟大，对不对？他竟然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些不怎么样的人，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爱吗？
然而，谁不管如此？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他又说：“让这我们被造的人来管理天中的鸟、海里的鱼。”难道天中的鸟、海里的鱼用我们管吗？神这里告诉我们，他把这个管理权赐给了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所造的人，爱不爱？我们毛主席在去世的时候，83岁，他没有把权力交给人民，对吧？我们李嘉诚华人首富，前几天说少给他算了40%的身价，对不对？他80岁了，他的权力刚刚开始转移到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而神，他甘心情愿把这些正大的管理权交给我们这些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这是不是爱？这是不是爱？对。还有更爱啊，还有更爱。等神父神知道我们的始祖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把这个本来和好的关系给他隔开以后，分离以后，对吧？知道我们亏欠神的荣耀以后，知道我们有堕落、有贪婪、有自私、有骄傲，哎，神他不仅不舍弃我们，我们的父神反而派他的唯一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这是不是爱？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受过多少的苦？40天的试炼，鸟儿有个巢，狐狸有个洞，老鼠有个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连个睡觉的枕头都没有，有吃受过多少的鞭伤啊，受过多少的侮辱啊，对不对？耶稣基督自己最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哎，受尽了兵丁的侮辱，他甘愿为我们罪人流血受死，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动机？对，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我自己7、8岁的时候，到家里院子，黑不愣登的，这个右眼就差那么几毫米，插在肩上。我自己溺水到一个壕里，就像宣训博士一样，真的跑不，靠我自己真跑，活了。在上高中的学上学路上，高烧的时候不省人事，最后我醒的时候躺在一个就是农村的一个赤脚医生家里的床上，我活了。我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加拿大，是吧？我也受过不少的委屈和侮辱，对不对？我曾经和人比着和人被人下跪，对不对？但是神他都拯救了，让我能传他的道，讲他的福音，不管走到哪里，中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火车上、地铁上、飞机上，传福音就是我的本分。不管人对我有什么看法，对吧？侮辱我也好，骂骂我也好，攻击我也好，我不在，我就是要传神，我就是要荣耀神的。各位弟兄，因为神爱你。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我实习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叫 Robinson 现代讲道之父啊，他有博士叫 Dr. Penny， 在他教会实习的时候，碰上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个吸毒20多年的人，他已经是人见人恨，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在教会里，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他不仅戒了毒，娶了漂亮的太太，自己成立了摩托车教会。摩托车教会，那就在星期四的下午每次聚会，我和迈尔师母一起给他喝了一杯，我们感到神的大，他神的爱。啊，各位弟兄姊妹。那么
刚才分享的经文，我们耶稣基督他真的有这个目的降世的，就是为了拯救，是吧？他动机就是因为他纯洁的爱。那耶稣基督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对吧？怎么来拯救？这就是我跟你分享的第三点。第三点，拯救的前提和关键是你自己一个个体，一个真人，一个人，你真的相信耶稣，真的相信耶稣，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句经文啊。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有生，对吧？你看了吗？这一个信字它就改变了一切，一个信字它让你本来要死的坐地狱，到地狱去的人，然后放你到天堂又有生。这个过程就在你自己接受不接受，你信不信，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主耶稣他的名，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隐血，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大能，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这个 desire， 这个期望他来拯救你。你要信，你要信。然后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如今却把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心。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对，他已经把那个血为你流了，他一次流血让世人，只要任何人你信他，你永久的得救。一人的死，保罗说了，换来了世人的生，换来了世人的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个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是蒙神拯救的唯一条件。平常你做事的时候，你要想跟别人建立个关系，比如说听听课，是吧？你要是增长知识的话，你需要可能到书店买书，是吧？有的人呢说读书不行了，读书说读一万卷书不如行一万里路，要坐飞机跟别人一起交谈。什么东西你要都要付出一些劳动，而这里告诉我们，只要你有一颗信耶稣的心，你信耶稣基督的心，你真诚的信，对吧？你就能得救，是白白的得救，不需要工，不需要工价，不需要劳苦，不需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不需要，统统不需要。你来到教会里，你来到我们的团体小组里，对不对？你来到我们的主日学里，来好好的学习圣经，领会神的话，神圣灵就在你身上做，他让你得救。他让你得救，你就从一个和神分离的关系，到了一个和神和好的关系。这样的和好，让你能够亲近神，让你的祷告神能够垂听，对吧？让神能垂听，对，能够垂听，能够垂听。我就是在2011年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生命的改变，在那以前。停留在追求高的学历，是吧？追求高的工资，错了吧？没错。追求漂亮成就，对不对？但是等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耶稣基督最重要，圣经最重要，传福音最重要，最重要。过去的喜乐建立在
获得奖 ，right， 重大科研成果，建立在比别人好，建立这个基础上。现在不是建立这个基础上，是建立在神的爱上，是建立在彼此相爱上，彼此关怀上 ，right， 是建立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垂听我的话上，对不对？是建立在能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上，有人觉知心里边上。我这次去多伦多。5000公里，是吧？半年了，这次呢是正式探亲，是吧？很远，辛苦吧，辛苦。然后我自己开着车从家里开到 Cambridge， 开到了 Guelph， 每天晚上开车过去。我们听我道的人不是太多，当时下大雪，是吧？本来说有100多人，最后也就是70-80。都是我们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有的刚刚来看儿子来的，一个姊妹叫 Jane， 她听了我两次道以后，她觉知进入，我都非常兴奋，我说没有比这更好，没有更好。我回去做布道会的时候，也有弟兄对我不有看法，他说王传道你配吗？对吧？你有什么可以资格做什么布道会吗？我说你错了，那是弱者的想法。神，我没有能力，神他赐给我的。我没有能力，等我做的时候，神我就来了。我不行，神的，有人得救，是吧？我来了这里以后，至少有4个弟兄姊妹得救。我们派了2个，就是说宣道士，他们来了回了中国，对不对？工作做得不够好。还能有达到，却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是吧？问心无愧。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相信耶稣就能得救。那么好了，我跟一个弟兄有争论，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呢？如果你只是信，在雅各书上说，没有就是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怎么这么讲？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是吧？我已经信了，我现在还没有付出行动呢，你难道说我这个信就没有意义吗？不是天天都在做工啊，是吧？不是天天都给太太说话呀、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呢，是吧？我就想，你这个信是不是真实的？你要向神确认，你要真的脑子里清楚，对不对？人说。有信心的信，我看看这一个句，是得救的信心啊！得救的信心始于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是吧？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并且愿意拯救我们，对不对？听说过没？第二点，说得救的信心是信靠耶稣基督而生发的行动，相信他能够并且愿意拯救我们，是吧？你得救了没得救？第三点。他说得救的境界是一种依靠和委身。你来到教会里，你有没有依靠把身子贴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依靠不是一般的依靠，不是 dependent， right？ 你真的像那个恋人一样，你在身上亲着，依靠。等你这样的时候，你就真的得救了，你就真的得救了，你就真的能够获得永生，并且别人的姊妹能看出来你是真正一个得救的人，是吧？有的人已经做了传道人，有的人在神学院学了很多，但是基本的道德法律都不能遵守，这个人得救了吗？没有，对，没有。有的人只知道挖苦别人，这样的人得救了吗？没有。有的人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特别高兴，这样人得救了吗？没有。在教会里十几年了，连一个谦卑都不知道，不知道把荣耀归于神，这样的人得救了吗？没有。能进天国吗？进不了，对吧？进不了，对吧？各位朋友，好啊，我知道。那我知道这么三点了啊，这个目的、动机，然后这个过程啊，真的得救了，然后还想知道耶稣
基督既然是我们的救主，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救主啊？是啊，你看那伊斯兰武的链子啊，中国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公的，也是天天都跪在那儿做那个庄啊，是吧？还这到处发传单呢，是吧？他们能得救吗？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了？这我给你分享第四点啊，很重要啊，是吧？第四点，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教会是唯一的拯救的场所，对吧？你也许没听说过第二句话，对不对？你也没听说过第二句话，是吧？使徒行传说四章第十二节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right？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了那个在伯利恒诞生的耶稣基督以外 ，right？ 除了那个在纳撒勒人耶稣基督以外，除了那个33岁救过我们流血而死的耶稣基督以外 ，right？ 别的路都不通，不可能，不可能，只有寻求他。只有亲近他，只有相信他，你才能被得救，对不对？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福音。说的再简单不过了，对，你要过个桥嘛，是吧？你要到南京去嘛，你从这个湖北过去，是吧？你不过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凭着你的两条腿你能过去？耶稣基督这儿说得很清楚 ，right？ 如果不是凭着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全神全人的耶稣基督 ，right？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right？ 不可能到天国里去 ，right？ 不可能被得救的。那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又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多么肯定，多么肯定！得救是他这儿靠耶稣，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我们在大陆来了不少的弟兄姊妹，学过逻辑 ，right？ 充分必要条件，信靠耶稣不仅是必要的，因为他是唯一的途径 ，right？ 一旦信靠耶稣以后，你一定得救，充分条件 ，right？ 信靠耶稣是你得救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是吧？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是吧？这我想给大家分享什么？我们基督教里有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概念。这三位一体的神，有的人不太容易理解，怎么一位神有三位呀？对不对？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有一位神。这位神他就是叫耶和华，这位神就叫耶稣，这位神就叫圣灵，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三个位各自他们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有差别。我们的父神他是造物的神 Creator， 对吧？等我们的父神发现我们有罪以后，他派他的儿子，第二个位耶稣来，是拯救者，对吧？然后等我们的耶稣基督，等他第三天复活升天以后，他到升天以前，他请来了一位，什么叫保惠师圣灵，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我们能力的来源。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宣告会里，我们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者，也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这个成圣者，我们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这个再来者，我们宣道会强调的是耶稣为中心的第二个位格，只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第二个位格，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成圣之王，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再来者，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你也许在想，我们在神学院里学过，有人有争论，写的书很厚的，对不对？他说我们练伊斯兰，我们也不是读经啊，是吧？我有阿拉，是吧？我们国内有个大法呀，是吧？我们在座的弟兄还有那个什么信佛啦，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是吧？所有的这些，
都不能真正得救，不可能。只有认识宇宙间唯一真神，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真神，你真正信靠他以后，你才能得救。你练佛，你可以练到100次，对，练法的也可以把这个转法轮转的很多，对不对？都不能得救，你是靠着人的，对不对？你靠着人的，对不对？而我们靠的是一位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因为我们做了挽回的，为我们十字架的神，对吧？我们中国人在大陆，我们称作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是？他给我们翻身求解放，结果现在的结果如何？是吧？搞了多少年大跃进，死了几千万吧，是吧？又搞了10年文革，又死了多少，是吧？然后后来这个后面这个中国的本来一个国家要发展的，结果这个环境糟蹋的，这个道德糟蹋的。我最近这个刚才有个我们那儿有个姊妹，这个叫雪群姊妹，刚从国内回来，回去以后得了2周几周的感冒，对吧？没法生活了，对不对？得救了吗？北京现在5年以后患癌率达到20%，哎，10年以后北京的患癌率达到40%。这就是这个大学里研究机构的已经有这个报道了，得救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吧？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是吧？我们华人为什么非要移民到加拿大不可？如果那儿好好的，我们干嘛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是吧？为什么来到这里也受一些歧视？对不对？我们甘愿忍受这个东西，我们不是主流社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认识耶稣，对不对？不能得救，永远不能得救。所以我要到传道人，我要让中国人，我认识耶稣上，我能够贡献一份力量，对不对？我要做传道人，因为我会讲日语，我希望日本人能够也认识耶稣，我希望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能够和好。我做传道人，我还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移民各位弟兄姊妹，我能够亲手亲自来和大家做大家的牧者，让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里生长。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当时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那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然夺得了政权，对吧？我们在白石平安乡的华人乡的会这样一个据点，我们照样可以做大事，不是为我们自己做大事，是为神做大事，让更多的人得救。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进地狱，全部进天国，全部进天国。各位朋友，这王长老您给我加了个词儿来，我这个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在集体教会里才能够得救呢？是吧？这里啊就涉及到教会的定义了。教会是什么？难道是这个边儿地方就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吧？难道教会里就是些牧师吗？长老吗？啊，握着教会权势的人吗？难道就是宣道会里一些当官吗？不是，教会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他的 people go together， right？ 是信神的每个基督徒，他们的联合， right？ 我们这个教会里，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基督的，你全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活体的一部分。我王某人是，是吧？我们陈牧师是，是吧？我们新来的今天在座另一位牧师也是，在座各位都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肢体里，对不对？我们作为耶稣这个肢体，因为耶稣基督他在流血为你而死，你就在这个肢体里，在这个有我们的主日学，有我们的敬拜，有我们的团契，是吧？耶稣基督在这里活活的就在这里，圣灵都在这里，你就在这个教会就能得救。我们有一个姊妹叫 Grace， 现在我过去前几天过年的时候拜访他们家里，是吧？他一直当时没有下了决定，对吧？这次不是在我们这个看待起来的贝尔里的 PCAC 里，哎，等他参加一个团契小组的时候，夫妻营的时候，对吧？他当场受感动，就是因为信主的姊妹在一起，他就当场被祷告决志信主。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就要上来说两句，对吧？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才能得拯救 ，right？ 你在你家里，如果不信耶稣，你得不了救；你在印度那个 temple 里得不了救，是吧？但信耶稣的人在一起 ，right？ 你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贝尔里也好 ，right？ 你能不得救？只有这样才能得救，对吧？已经全世界23亿人得救了，我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对吧？我母亲也得救了，是吧？我母亲得救了，我们全家现在，我儿子，我太太都得救了，对吧？对吧？我的同学们，他们开始得救。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单等着给他祷告得救，对吧？等他一个人得救以后，全家蒙福，整个家庭发生变化，对吧？等我们在这过去这个牧会的6个月当中，我知道至少有4-5个家庭，他们真被得救，对吧？没有真正逃离，对，一起活在主里，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感谢神，不是王传道怎么着，是圣灵。耶稣基督在这里做工，好了，是吧？王传道，好啊，已经4点了吗？是吧？只有这个耶稣基督得救，好吧？那么是不是我们信主了就完了呢？不需要做什么了呢？已经得救了吗？很多人都不来教会了，有了，是吧？不是的，对不对？看这个非常第5点，这拯救是在一瞬间，对不对？你就信靠耶稣了吗？我相信了吗？是不是？信心了吗？但是呢，你真正的得救这个 salvation 啊。它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说得救呢，你是过去我们知道，我是灵验信徒啊。我们这副弟兄呢，去年6月份是吧？我非这个弟兄呢，三年前啊，是吧？我们现在不知道了啊。所以呢，你得救了，那个10点你就得救了。但是呢，你这个现在它是不管是过去，而且是现在，这叫成圣的过程。你要把你的罪。和你自己把它set apart 分开是吧？然后呢，干嘛呢？把你这个自己的 toward God， right， 把你归向神呀。一个是把这个罪从你自己身上分开，另一个把你的身体拉向神去，是吧？这叫成圣。这是我下次如果给我机会，我下次再讲，对不对？是吧？这是这样，好不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呢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做一个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大能，我们看到你的智慧，我看到你的做工，我们看到你为我们的罪流血而死，我们看到你的能力，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如果你愿意借信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你的拯救者，请你举起右手，我为你祷告，阿门，谢谢大家。